哎，表情有一个就是，有一个这个，就是很酷酷的一个笑的一个表情，会经常有。最近我比较喜欢这个毛衣啊，就是比较温暖温柔的那种穿着，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。你觉得自己属于包系的还是全系的？你说啥是啥。哎，最近好像我最近总喜欢穿豹纹，有人说我是豹男。豹男，对。